肖同志，你不是问我为啥叫雁翎队吗？对呀，为啥叫雁翎队啊？你看看咱四周那些船。看见那些打台杆了吗？啊，吴队长跟我说过，这些是土炮，威力可大了。对，你再看看那些土炮的炮捻，上面是不是都插着一只雁翎？哎，对呀，插雁翎是为什么呀？防止火药受潮啊。现在你知道为啥叫雁翎队了吧？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记者就是记者啊，听啥记啥。敌人的包运船队过来了，大家做好准备。
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一会儿就能回来。啊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刘队长，啊，别着急，咱们的队员还没回来全呢。我在这儿呢。肖大机长，你出喊啥？看你这破枪，打都打不响。我看看，咋可能呢？是不是枪进水了？子弹受潮了？枪进水，子弹受潮，都能打呀、啊？你这没开保险呢？也是你教官没当好。好好好，是我教学水平差，好了吧？我虚心向你学习。肖同志，玉萍，哎呀，你看你这一身衣服都湿透了，快喝碗鱼汤暖暖身子。哎，谢谢莫大嫂，快喝汤吧。真鲜，要再有点贴饼子就更好了。跟你说话呢，你们哪部分呢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哪部分呢？叫我呢？啊，我是姓魏呀、啊，还是叫魏、啊？你属螃蟹的是吧？还横着走呢？我看你小子找死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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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矿物警备队是吃素的吗？啊！放下，放下。哎，兄弟们，哎，放下枪，快放下！哎，大哥，小的也是公务在身啊，别见怪，别见怪啊！我知道，知道，但就你这眼神啊，就别穿这身狗皮了啊！拿着，吃饱了回家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啊！我们走。走！现在我宣布，赵各庄矿物警备队成立大会现在开始。大会第一项，由驻赵各庄皇军代表吉田中队长讲话。会場へお越しのご来賓の皆様方、今儿个是矿区警备队在这儿开成立大会，这是咱们赵各庄的大喜事儿。我们准备了一些薄礼，望笑纳。那就对了，能看看人家的。这个，当然，真好。把匾给我抬上来。能看看人家的。哎，谢谢。谁呀？这个谢不谢？总得看完礼物再谢。哎，这位大哥很风趣啊。风趣不风趣也得看完礼物再说。哪里有敌人的？谁呀？哎，我说各位父老乡亲，我这是蒙一仙大家官，大家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。这位大哥真是一身豪气啊，佩服。我是左思右想啊，费尽了心思送什么好呢？啊，
大家准备，请。我叫杰定国，这礼物我给大家念念啊，消灭日寇，光复中华。还有一件小事儿，那就是让小鬼子知道侵略咱们中国的下场。做汉奸，同此下场。轿子做的美不美啊？这轿子做的倒是美，就是有点犯困。嘿嘿，那你打起精神来啊，马上到城门楼了。屁股下面坐着机关枪，你说我再犯困也不能睡着吧？你怕不怕？怕什么呀？这有枪撞的，我身上不是还有把勃朗宁吗？嘿，好，有胆。不过马上到城门口了，那可是烈火炼真金呐！啊，真金不怕火炼，来吧。好。抬头见喜，甜甜蜜蜜，早生贵子，和和睦睦。嘿嘿，老总啊，老总，张叔，给您备着呢。老总，这是哪家结婚啊？哎，各位老总，哎，请，哎，抽一根。怎么这么没出息啊？啊？哎呀，您看老总，哎呀，您看，给您备着呢。起轿。哎，我还没检查呢。哎，老总。您先签收啊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没听明白。走。哎，老总，老总。哎呀呀，老总，有话好商量。哎，有话好商量嘛。这里面都什么呀？哎，老总，老总啊，这里面啊装的是彩礼，你又弄脏了，我可没法交差呀。可是我不查，我不好交差啊。哎，你这管家怎么当的？弄脏了我的彩礼，跟我娘家人怎么交代啊？你看我这也没办法，不是？哎，这喜糖也敬了，哎，盐也敬了，这大洋啊，这位长官也拿了，可是不肯通融，这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，我说你就是个废物，这么点事儿都办不了。哎，都是小的无能，姑奶奶您息怒。你说的倒轻巧，今儿是我大喜的日子，让这帮乌龟王八蛋冲了我的喜，告到白司令那儿，看他不扒了你的皮。哎，长官，要我看呢，您就别给脸不要脸了。您要再不通融，到时候咱们俩一块儿完蛋。可是我也是例行公事。得了得了，我是管家，我看我这轿子也别坐了，你把我送到春风园，我找白司令把这事说清楚。瞧见没？完了。哎，等等，打听一下，这新娘子是白司令的什么人？您别看她年纪轻轻的，辈分可高着呢。你们白司令也是她的孙子辈呢，也得叫她一声姑奶奶。管家，快走啊！别，这个干什么呀？姑奶奶，今儿我算是惹着您了。不过呢，我也是白司令派我在这守城门的，您就别为难兄弟了。这样，我
亲自送您去春风园啊，把您交给白司令，这也算是我将功补过啊。您看行吗？大小姐，您看呢？反正得见白司令，走吧。那我可把轿子直接抬到春红园了啊！哼！哎，姑奶奶，您见了白司令，多给我美言几句啊！哎，长官，那我可就起轿了啊！行，起轿，起轿，兄弟们，起轿，起轿！哎，介绍走，来，这边请啊！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五县治安军成立，并摆了几桌不成敬意的酒席，欢迎吉野少佐出任行政指导员。白司令，各县司令员们，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正规军了，我们大日本皇军会给你们配备武器弹药和其他的军物资，并授予你们正式的军衔和军职。大家鼓掌啊！啊，好了好了，兄弟们呐，啊，都跟上啊！抬头见喜，平平安，和和睦睦，早生贵子。弟兄们，都跟住了啊！走了走了，啊，走！快快快，别问了，到了，停轿。姑奶奶，咱们到了。白司令，哎，白司令，你是？还不来了？快了吧，哎，记着，
现在啊，从这儿到富平去，先到王村，再从十八里河上大路。放心，我呀都刻在心里了。程团长，鬼子的车在后面追我们呢。好，来的真是时候，我守这眼睛呢，来准备好。走走走走，注意安全啊！你也注意啊！국도왕이로이속에만약战斗是速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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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给我一头过世强火夹击，好，给他来个包饺子。正在包围李村，那我们怎么办？
这是军区派给的任务，必须想办法去遵。李排长，到。我查，小日本想从左翼包围李村，你去朝他后路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趁机冲进李村，和程昱会合。是。走。走。一体何をしている？相手が何をしていようが、我らの戦闘に変更は一切ありえない。続けて長身層へ進軍。カシラン長に報告。皇居軍は長身層へ向け砲撃。はい。中隊長の小島です。小隊長の藤野です。小隊長の藤野です。八郎が北条を奇襲、救援を、救援お願いします。分かった、八郎を牽制しろ。我らもすぐに行く。気をつけー。
听令杨公，掌相旨。是。至急救援を、救援をお願いします。弾薬庫は破壊された。小耗子后边去。不，后边去。打。大哥，小心点儿！行啊，小耗子。哼！啊！快点，到这边看看。来，动作快，走！看看有没有。
这里还有一个活的，还是个当官的，活着呢。反正也活不成了，补一枪算了。别开枪，探长。人家现在是咱的俘虏，他又活不了啊，是他命短。你现在开枪，那是违反政策。去把卫生员叫来。是，团长。卫生员，大哥啊，我给俘虏照一张照片吧。开吧。来，尽快撤离啊！小王子。小王子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鬼子，太狡猾了。哥，团长，团长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团长。小鬼子，团长，小猴子，大哥，你要敢说，你要不说，他就成了别人的女人了。我知道。官军不断遭到袭击，中泰铁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现在攻占了娘子关，直逼井陉矿区。狄村君，现在最可怕的是那些矿工一直在闹事，他们要是把这个乱给捣起来，给咱们来个后院起火，咱们那些日本侨民可都在那儿。王队长，你把嘴给我闭上。入電です。もしもし。当社の守備です。労働者が工場を占拠し、当社を包囲しました。我々の家族が全て一つになりました。どうしましょう。ほら。李村君、大砲を用意しろ。焼夷弾を装備。焼夷弾装備。目標。中隊長、あそこには日本人がおります。日本人は他人の手に落ちてはいかんのだ。中隊長、仲間を連れて救出に参ります。隊長、我的家眷可都在东王社区呢。バカモンが戦争が何たるかを知らんのか。全体準備。you
攻撃を受けたのはここだけではなく、周辺全域巻き込まれたようであります。小野君、八郎が雷源を占拠すると思うか？今は判断できません。あそこは山本大隊が守っており、治安軍の一師団もある。しかし今日の攻撃は尋常ではありません。まさか皇軍に対しそれほど自信がないと？自信がない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。八郎が突然過ぎたんです。なら東壇場を攻めると思うか？それはまずない。少佐の細かな守備がここにあります。ここの安全は確かなものです。八郎に奪えるはずがない。いや、さっきみたいに正直に言ってくれ。正確に状況を知る、それで敵に勝てる。はい。意見を聞かせてくれ、軍師長。軍師長、高田少佐、八郎が攻めてきました。迫击炮延伸射击，压住敌人的火力支援，命令一营发起冲锋。是。治安軍の一師団の力があっても耐えきれんというのか？はい。なんと神出鬼没な。ということは完全に包囲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か？我らを空気か？そうはさせん。高田少佐、足場の悪いところがある。そこから突破しましょう。ここの弾薬はどうするつもりだ？敵はこのために来ている。司令官が押してる意味は？ここで死ぬということだ。八郎に物資は絶対渡せん。はい。报告团长，爆破组已经组织完毕，随时听候命令。好，十分钟后发起进攻。命令三营九连从后山发起佯攻，吸引敌人火力。其余各营连在九连发起佯攻后，从正面和两翼发起攻击，坚决啃下这块硬骨头。是。走，快，快，快走！我消灭了六个，你呢？我消灭了四个吧。哦。哎，同志，你是几连几班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哎，你咋是个女的？我是个记者。记者同志，我是禹县的，三连一排三班的。人家问你了吗？记者同志，我是来源金家井的，我是我们家老大，今年十九了，我属鸡的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玉山。人家问你了吗？看把你急的。记者同志，我叫刘。谁在说话呢？团长，一营三连一排三班班长刘旺财。别说话，闭上眼睛打个盹，打起冲锋来有劲。是。可是我正在接受记者采访呢。哪来的记者？记者同志，是我，张团长。邢记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营长，到。行记者怎么跑到你们营来了？张团长，是你让我离开指挥所的呀。我是让你离开指挥所去后面，你怎么跑到火线上来了？报告团长，命令下达完毕。李营长，到。战斗马上就打响了，你马上派人把行记者送到后面去。是。不用送，我自己会走。同样的错误不能犯第二次，我一定要派人送你到后面去，要不然一会儿你不得出现在碉堡上啊。是，小同志，我等着采访你呢。邢记者，我叫刘旺财。知道了，走了。嗯，好好休息。静かすぎる。まるで墓場のようだ。身の毛もよだつ。もしかして攻撃に疲れて撤退するつもりでは。まさか。小野君、しっかり準備するんだな。残酷な戦闘が始まるぞ。はい。先ほど八郎の主力が集結した。前方はおとりで、後方が主戦か。そうであります。ガープ中尉、发起攻击。なぜ両側ともに攻撃を仕掛けてきたんだ。全くわけがわからない。火力掩护，爆破组上！火力掩护，爆破组上！知っていると思うが、司令官は2日間ここを守ると言ったが、それは無理な話だ。八郎軍はもうすぐ攻めてくる。帝国軍人よ、今こそ天皇陛下に報える時だ。もう何も言うことはありまい。最後の時が来た。天皇陛下に最後のお別れだ。
少佐、自分はまだ戦闘を続けたい。帝国軍人の名誉を汚すな。自分たちに焼け死ねと言うんですか。敌人看不出来吧？看不出来。一会儿啊，再给他买几个假地雷，给他摆个迷魂阵，到时候他们就找不着北了。假地雷？啊，走，我带你到前面买几个假地雷去。走。好。你这是巧布疑兵阵呐？啥疑兵阵不疑兵阵的，就是忽悠忽悠小鬼子。行，都怎么样了？就差几小土了。我这还差鬼子一个假地雷。都快点啊！哎，好嘞。到了，咱们收拾收拾，上阵等着看好戏吧。啊，好，走，快走快走。敌雷，统统挖出来。这儿有，第一个。这儿，第二个。这儿，
第三个。就这十几个假地雷，就够他们折腾半宿的。老板，你这招可真够绝的。啥绝不绝的？报告长官，这里没有地雷。弯路很狡猾，统统挖出来。报告长官，这里也没有地雷。八哥想给我摆宜宾阵，你看着，这老小子不把这些新土翻个底儿朝上，打死他都不敢往前趟一步。我说老板，你呀、啊、你可真是诡计多端呐！啥诡计多不多端呐？骗小伟子玩呗。报告长官，这一片没有地雷。八哥又上当了，向岩口全速前进。走走，站住！是。周队长，你往下看。好戏还在后头呢，此话怎讲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佟磊，佟磊，大家都做好战斗准备。哎，老板，就咱们这几十口子人，还想伏击几百个鬼子？啥伏击不伏击的，搂草打兔子，不打白不打。伙计啊，我救三个字。いたします。矢口軍の無線が途切れました。
矢口方面の銃声が途絶えた。我々の援軍はもう意味を持たない。行け。はい。報告します。山上の八郎が。もういい、言うな。